真系 Happy Birthday to me 啦！我估唔到我生日会踩金，可能系好运嘅先知。而家要我去清理一下先。啊！会唔会弹咗我块面度噶？唔会噶，向嗰边。等先，弹我块面度 OK。真嘅样呢度都。自信心翻翻晒嚟。耶！自信心翻翻晒嚟。学咗个新字，大家教今日叫菲律宾话一分钟，特技。剛才這裡就有特技踩巴生日踩巴巴我想媽媽我想媽媽我想媽媽生日踩巴好了我們一集二減一閃電快問問題 Are you ready?Ready, yeah. 来，好。首先，我哋呢个 category 系同你爱情有关。冇错。OK， 年幼定系年长嘅男生？年幼，因为我嘅年纪逐渐增长紧啊。年幼啊。好，年幼。好。好，第二条。既然你已經揀了一個年幼的男生的時候你喜歡跟他接吻多一點還是擁抱多一點這樣的真的是擁抱擁抱咁啦既然你就只是喜歡擁抱啦第三條問題就是說你寧願今天會找到真愛還是明天中六合彩呢、中六合彩好這條中好了我們轉一轉的方向了現在你寧願看七師傅遊杜海泳啊，定係睇方力申跳閃電咪七年閃電鞭？我睇方力申跳七年閃電鞭。方力申出現喺我哋圈呢度，成日都識游水啫。係。跟住咧，跟住咧。好啦，第五題，你寧願有一個 B B 嘔落嚟定嘔落個 B B？ 定我嘔落個 B B 度咧？唔介意 B B 嘔落我度啊 ？OK OK。好啦，下一個問題，你寧願點咩都難食啊，定去邊度都落雨啊？去邊度都落雨 ，OK， 其實我幾中意落雨。OK， 係啊，個時事發生過嘅問題嚟嘅。係冇錯，係。聞説咧，有個人咧就喺近排一個巴士度瀨咗屎啊，咁跟住佢就好冷靜咁同佢隔離嗰人講，之後佢準備要瀨屎，隔離嗰人係俾一個 OK 嘅手勢，因此俾咗佢信心。冇錯。咁好啦，到你。你寧願瀨屎定係瀨尿咧？即係個巴士度。Yes。咁梗係瀨尿啦，係嘛？瀨尿流喎。乜兩樣都流喎？我睇咗嗰個 Facebook， 佢描述得好詳細，佢直情係有個即係有山水畫嗰、那個嗰、那個瀑布啊！好，香港人應該是經常性都會遇到的問題的你寧願手機沒電還是銀包沒錢呢我手機經常都沒電的但你不害怕現在那些7-Eleven 有得充電的嘛好那你接下來手機沒電好繼續第九條你寧願很醜樣但是運氣很好還是你寧願自己很漂亮但運氣很差霉到爆呢好醜樣但是運氣好哦、OK 最後一條拉屎啦十條啦你寧願十日無屎屙定一日屙不了屙不到啊是兩樣嘢都要入醫院嘅喎，係啊，好辛苦喎、啊。咁我寧願十日冇事喎。係咧，爆炸，所以佢要食曬呢啲。有啲人都冇事。好啦，我哋可以去今日嘅 pre birthday 嘅第二個活動啦。我哋食完我哋個生日蛋糕，咁呢個好無聊嘅 Q&A， 咁就喺呢個都預告下大家啦。我自己嘅生日願望咧就係、是。
身體健康啦，我同我啲朋友咧，係有怡永固嗰啲啦，樣樣順利啦，大家都要開開心心，正向人生，呢、這個就係我嘅生日願望啦。Yeah. You know what happened with the D.R.E.